第一个字呢是的啊打，的啊打，打打 ，as in the word 打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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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针是 give injection 或者是 take an injection， 啊，然后这个词是什么？打开，对了，啊，打开。我不怕打针。非常好。我不怕打针。我不怕打针。丽妍，请你说，请说这个句子。我不怕打针。Oh great！ 我不怕打针，非常好。打针。对，知恩针，打针。知恩针，打针。嗯，第二个汉字是四。四的意思是 four 啊，四。好，比如说这个词四。四个。嗯。四只。对，很好。啊，这个句子。汽车有四个轮子。嗯，汽车有四个轮子。汽车。轮子。轮子。嗯。丽妍，轮子，轮子，汽车有四个轮子，汽车有四个轮子，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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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轮子。这汉字是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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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它的意思是这个五。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五个，好，五车，非常棒，五车，五车，五车，哇，很棒啊，丽妍。好，再看看这个句子，这句子，手有五个手指头，对，一只手有五个手指头，很棒哦。哎，说真的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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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丽妍，你不怕打针吗？真的吗？真的。真的哦。She said yes, really, does not.Afraid of taking the injection, right? 好，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It's not real. 不是真的。It's not true. 不是真的。嗯，真的吗？不是真的。不是真的。这个汉字是六。六。六。嗯，比如说六什么？六月。嗯，六月是 June 的意思啊。六人，就是六个人 ，six people。嗯。六个月。嗯，六个月。六个月。six months 啊，六个月。好，我们看这个句子，请看句子，丽妍。丽妍，请看这个句子。看。六月。六月一日，一日是二童节，儿童节，儿童节，六月一日是儿童节。对，在中国六月一日是儿童节。这个汉字是闪，闪，施闪闪，施闪闪。好，这个是什么？闪电，非常好。这个呢？这个
这个是的啊打打闪打闪和闪电一样的意思 same meaning means lightning、哎、好这个是闪电闪电了有要下雨了嗯对闪电了要下雨了闪电了要下雨了闪电了 means it's lightning outside it's lightning and it's going to 要什么什么了 means it's about to it's going to so it's about to rain、yes.闪电了，要下雨了。这个汉字是的，的，的，的左边 on the left is 白，白的白，白色的白。对，右边，右边是勺，勺，勺子，勺子，哎，勺子是吃饭勺子，用勺子。好，这个是我的，我的呀，我的 means my， 我的。我的朋友 my friend 好这是是的他的他的他的这个是个 male 他是吗男的他他的名字 his 好我们再看这个句子的 sentence 丽妍请看丽妍我什么我爱我的好非常棒 great 我爱我的爸爸妈妈爱 means love 爱、啊、这个字是花花花是 flower 的意思花、啊、这是什么花花儿、嗯、花儿花儿这个呢白白花丽妍请看白花白花嗯好看这个句子丽妍一起说白花啊、嗯、这个呢花花儿花开了嗯鸟儿来了对哈花儿开了鸟儿来了花儿 flower 开了开 in this is blossom、yes. 花儿开了鸟儿 the birds 来了, 来了、birds come、yes. 鸟儿来了请看这个汉字是朵朵好丽妍请说朵朵嗯好我们看这个词是什么这个花哎、花朵 means flower 花儿 also means flower or simply 花 means flower too OK 这个呢一朵花啊，一朵花对朵 is a mesh word for flower or for cloud、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 sentence 树上开了白色的花嗯树上上 means on or in 树上 means in the tree on the tree 开了 blossomed 白色的 white color 花朵 flower 树上开了白色的花朵嗯丽妍请说丽妍树上开了白色的花朵对了花朵果子好这个汉字是果丽妍请看果一个字果 means fruit 果或者你可以说水果
水果 awesome is fruit, okay? 这个呢？果子。果子也是 fruit, yeah, 果子 awesome is fruit. 好，安呢？Yes, 干果 干 means dry. So the dried fruit, 干果。好，看这个句子 sentence。这个树上有四个果子。对，非常好，丽妍，请看，看这里，树上。好，什么意思呢？ It means 树上， 树 means the tree， 上 means on the tree or in the tree， 有，there are 四个的 four fruits， 四个果子 the four fruits on the tree， 树上有四个果子。好，这个是比比比be, this be means to compare, 或者是 thine 的意思。那这个笔呢， this character be means pen, 笔。一样的发音， same sound, 对，一样的发音。好，我们看这个句子的 sentence。我比我喜欢我的妹妹。妹妹 younger sister, right? 我比妹妹呀，丽妍，你是妹妹。丽妍，请看。我比妹妹，我比妹妹，三岁，我比妹妹大三岁。It means I than my younger sister. 我喜欢我的家长。大 means older for 3 years. Means I'm 3 years older than my younger sister.我比妹妹大三岁。我比妹妹大六岁 ，not 三岁。要在这里改成六。我比妹妹六岁。OK， 好，这个句子的 sentence， 这个句子，他什么？他比我高，他比我高 means he than me tall means he's taller than me. 高 means tall, 高。高，我们来看一下，高 means tall。我妈妈比我高。我妈妈比我高。Yes, so 她 means A. Use this expression, you can say A比B, and then with the adjective. You know? A比B, 她比我高，或者说我比她大 ，I'm older than her， 或者你可以说，这个手机，你的手机比我的手机 ，your phone than my phone， 你的手机比我的手机好 ，I think。好，那丹雅的问题 ，Danya's question， 我们可以一起。打羽毛球吗？打 means to play ball games. 打羽毛球是 badminton. 我们可以一起打羽毛球吗？可以。我对不起，我忙。Sorry, I'm busy. 对不起，我忙。可以呀，可以。我们可以一起打羽毛球吗？羽毛球吗？对不起。对不起。
我在忙。我在忙。对。是我在忙。然后你可以说没关系。没关系。啊，没关系 ，It's okay， 没关系。没关系。啊，没关系。对。没关系。